近日有网友爆料，火箭少女101团员杨超越在今年5月曾和男老板同游日本，引发热议。7月6日下午，杨超越老板 Cope 瘦瘦在微博晒出两张照片，图中的瘦瘦与女友甜蜜靠肩，而杨超越则坐在二人对面滑手机，间接证明当时是三人同游日本，并非网络传言的二人同游。而粉丝则十分气愤，纷纷在老板微博下方留言表达愤怒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